才刚出来而已，怎么变这样？好像一只鸡啊！到机场喽！赶快先穿一下我外套，不然我怕等下被人家抓走。是黑社会时期，就是你的粉丝到现在。那你猜他要去哪里？曼谷吗？对啊，你看我，看我，哇，这样辣不辣？很辣，非常辣。感觉如何？这次的战袍是 Airspace 是不是？没错，素颜穿的也很漂亮，谢谢。还被认出来了，因为穿成这样子啊。好热，可是不会脱，而且我还带一堆丝袜啊、手套。你被热死？哎，你就是不怕冷，不怕热。谁有一堆 gay， 他都想拥有吧。哎呦，怎么能这样？很热哎，穿不住。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房间，跟上次一模一样，趴房就是长这样。现在要出门，去干嘛？吃饭。出来吃晚餐，就发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才刚出来而已，怎么变这样？你应该要把那个脱掉的，你脱掉应该会变全场焦点。Good， 我跟他串通的。我跟你讲，来到这边就换第三套衣服了。那你一定带够多吧？我总共带了12套。你觉得这套好不好看？哎，确实有设计感，还有质感。最主要的是哦，它会曝光。它有指滑，看一下。它有什么？哎，它里面还有爱心的哎。它还有这个设计，还有。哦，那个我不要看，那个我不想，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。好玩欸，穿这样出门是对的。老板不在，我们自己烤。对啊，他第五张，他要被网友骂。小姐吃烤串吗？我看你这么漂亮，就1根20好了。我要吃烤鸡鸡啊。烤鸡鸡有啊，我的鸡鸡就这么小啊。小弟他阿里偷了他，进吧，好饿哦。来时尚，这么丑还乱发，这才是。有四只哦，我不能接受。他说他要去喝茶，真的吗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好漂亮，还有那个，哇，他请我们茶耶，好开心哦。素颜这样走过去，你还认得出来？没错啊。他说：“快点，警察。”然后他说：“那你赶快去追。”闪闪很漂亮。玩到泰国，现在红山天的头上，地有人养。Hello， 哎，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，不要笑了。我不行，这叫妖怪，叫鬼祟，你知道？又进来了，都有止血的。不要给他，我们出去。不要，我们房间见你们。我跟你讲，即使他是看中了，他刚才看那个鸡鸡那么大，他就心动了。Very calm。缅甸，缅甸。She can suck your dick. Yes, okay. She wants it.
Yeah, I want to. She want to. She want to. No, I don't. Three thumb. No. Three thumb. No. Hey, no. Oh, brother. I am a celebrity. Okay, a supermodel, international. Me too. You think her is beautiful? Yeah, she's pretty. Sexy? I don't like so sexy. 我是很性感，她搞出你状况吧。She a boyfriend?So many, yes. Can you show your body? Sorry, I'm shy. Oh, you're shy, okay. 我的个性上有点喜欢才 po 这个还没有有点。我要有点感情的，等一下培养的。那你慢慢培养。我不行不行，我要找火力。Wait, I have to make up. 怎么办？搞不定。太大只哦！你不是喜欢大只？你啊你！我要有感情的。你要有什么感情？你他妈又要大只，又要生孩子，你四千块你以为美金哦？我要结婚。接你妈啦！你那个就是结扎了啦！我是良家妇女啦，我是用大家的谋服务，我自己本身不行，我要男生托付我的。请你去弄硬套，我不敢用。洗一下，来买希望。I like you. Really? You like me? I need the love. I know she need a number, right? Yeah.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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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不行不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对他身体没有兴趣？他很难。”安夏要去哪里？老师，我们的明天之路，我们要找火力。我们要去地飞了。连跑两个 party， 我朋友腔掉了。可以我拍，睡觉喽。要跟我一起睡，去裸睡。不要啦，你滚开，下头的真的是。今天是我们来到曼谷的第二天，哦，第一天已经玩到早上六点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是下午五点。我要去泼水节了，在路上被人射射射射射。我们等一下要去道路上的泼水节，晚上要去那个超级大趴。等一下我们选一下今天要穿的泳衣。啊，三件都很想穿，怎么办？红的有那个金链，我超喜欢的。而且这个穿起来超级女神的，然后穿起来超有气质的，我该怎么办？因为每个都有配金链，那三件我选不出来。那你今天就穿白色的，好啦，白色的吧。今天要当女神了。哎，你会不会等下泼一泼一颗奶在外面啊？不可能，因为 Airspace 让我非常安全感。怎么样？怎么看就看着口吐白沫，两个眼发白都不会漏，奶都不会跑出来。Okay, 没错，我们现在去泰国泼水节了。完了，我们现在去买护目镜，我要保护我的妆啦。金链绑带暴露基尼，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衬裙，看超美的，一套的。完了完了。Happy New Year！ Happy！ 怎么办？如果现在有人要射你，你会怎样？我会杀了他。你是第一次走泰国泼水节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来都是晚上再去趴，早上再睡觉。你们知道吗？是泰国的泼水节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新年，所以他们跟你说 Happy New Year， 然后就泼你，把你的坏运给泼掉，真的吗？带给你好运的意思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好好好，那泼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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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泼，那你吸掉晦气。走出来饭店这边啊，后面就是最有名的飞机战区。好疯哦，比你还像疯子。No face, no face。攻击人，人家就不敢攻击。我要顾我的脸，我要怎么攻击？
哎，都还没攻击人。我有攻击，你看。所以你攻击到自己人，你根本就都没有喷人。我在守卫，我怎么攻击？你去攻击。攻击。好，去。完全没办法报仇。对，准备好了吗？要回饭店喽。要杀出一条血路。啊！去去去去！Thank you！ 啊，我掉我掉！全部！战胜了，打赢了这个胜仗回来。我们先回来饭店弄干一下。Oh my god！ 我快不行了，我穿着这么的那个度假淑女风。